为了促进民众对早期、介入、长期饮酒的治疗，建构适合台湾民众的治疗方式，卫生福利部补助全台十二间医疗机构办理推动计划，成果相当的好。一方面帮助民众远离酒精危害，也会当降低医疗甲社会成本。卫生福利部为了促进饮酒问题，会当早期介入甲治疗，建立适合台湾民众酒瘾治疗模式。因此，伫1904年九月开始，就补助全台十二间医疗机构办理问题性饮酒、甲酒瘾者医疗以及社会复健服务计划。今日伫基美博物馆召开执行成果发表会。我们大家都以为酒瘾的毒瘾的治疗很容易，其实是非常难的。哦，我们没有说期待一次就成功，哦，这革命尚且要十次，这个酒瘾或者是毒瘾的治疗，我们都希望说利用这样的机会，让他跟医疗这边能够结合，然后提醒他至少先减酒，哦，那有机会最好是完全不要碰。哦，我们刚刚说有三分之一的个案都能够三个月，至少三个月都可以不用再碰酒。对治疗有酒瘾的民众，基美病院甲基美博物馆合作编写微教手册，进行文理专业以及美术设计，希望透过有侵略手册来提醒民众对酒精健康危害认识。主要是我们的酒瘾卫教的部分，因为手册大家可能常看到，但是拿起来看不下去哈，因为字很多很密啊，然后又有点太艰深或者是很无聊，所以这次我们请博物馆的人事上是帮我们转译，另外用图像化的方式，让它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接受，这个是在卫教手册的发展。在今天的成果发表会也发表了十二间病院分别在治疗模式、跨单位合作、因酒危害宣导等无同面向的努力和做法。卫生福利部表示，透过计划治疗成果，有91%饮酒危害风险有来降低，三分之一停酒超过三个月，会当来降低酒精使用相关医疗甲社会成本。记者萧建伟林德区采访报道。